攻读圣路加福音。那时耶稣因圣神而喜乐，说：父啊，天地之主，我赞美你，因为你对聪明和有学识的人隐藏了这些事，却启示了给小孩子。是的，父啊，在你面前，你的美意就是如此。我父已把一切交给了我，除了父，没有人认识子是谁；除了子和他愿意启示的人，也没有人认识父是谁。然后他转过身来，私下对门徒说：能见你们所见的那些眼睛是有福的。我告诉你们，很多先知和君王渴望看你们所看的，却没有看见；想听你们所听的，却没有听到。上主的话。